好，现在18:01呢，来讲一些你们一定很喜欢讲的东西，因为它太简单了。我们来讲的进电厂，进电厂大家都太熟悉。进电厂呢，假设说我们在这空间里头都没有任何自由电流，那基本上呢，我们要遵守怎么样？老化性科学，其中这个 phi 呢？我们指的是一个什么静电电位，OK， 这边我不用 V， OK， 为了是跟你们的课本相配，好吧，你们课本是用 V 嘛，对不对？ OK， 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 V， OK， 这个 phi 就是 V。 假设呢有一些地方啊Phi 是等于 constant， 那我们就晓得这个就等电位面嘛 ，equipotential surfaces。OK， 等电位面，这个没有错。你一旦知道这个之后，我们也知道你可以算出 E 出来 ，E 是等于负的。gradient phi 的本身是 scalar function， 对不对？它 gradient 之后会得到这个，那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它不会等于零啊，大部分都不会等于零。那么，或者是那这个时候就代表 E 呢，跟 V 啊是垂直于 equal potential stress， 两个呢是互相垂直，这些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来算一个简单到不晓得应该要怎么办。OK， 算一个平行板。假设我们有个平行板，无穷大，平行板上面都有电位。那请问一下，平行板中间的电位是什么？你看这个还用算，一定成线性嘛。假设我是负 V， 这是正 V， 那它已经从负 V 一直变变变，中间一定是零，然后变到正 V。假设我这边是 V1， 这边是 V2， 那它一定是，假设是增加的，它一定是慢慢增加，慢慢增加，线性增加，对不对？所以呢，假设是这样子，因为老师是，所以事实上它告诉我们 ，phi 呢，它一定是一个什么，跟 x 轴有关系的。那 A 跟 B 呢就有 boundary condition 来决定的，对不对？ AB determined by boundary condition。 OK， 这个部分呢大家都会知道。好，假设这边的位能呢，定位呢是 phi1， 这个是 phi2，那么 boundary condition 是什么？ phi 要等于 phi1 当 x 等于负一的时候，等于 phi2 当 x 等于正一的时候，比如说是这个样子，那么很容易你把它带进去，a 负一加上 b， phi2 变成 a 正一。加上 b， 所以非常快速的，你就可以把 a 跟 b 求出来。a 会等于什么 ？phi2 减 phi1 除以2。b 呢会等于 phi1 再加上 phi2 除以2。所以最后面呢，你就把电位啊求出来，你的 x 的函数就求出来，就等于二分之一 phi2 减 phi1 再 x。再加上 phi2 再加上 phi1， 对不对？这个很容易解嘛，噼里啪啦就解出来了，就用直觉的，连算都不用算，答案就给它跑出来，所以这个没有问题。OK， 但是我要各位把这个稍微记起来一下。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红轴电缆。
这两层电位面，请你求中间的电位到底是哪层？那这很简单啊，根据 Laplace equation， 它要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采取柱坐标 rho phi z， 对不对？好、哦，不要这个 phi， 这条小 phi 就是大 phi， 大 phi 代表的是位呢 rho phi z。那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展开来，展开来呢，你会得到，我们发觉这个同轴电缆是无穷长的，沿着 z 轴，所以一定 independent of z。跟自己没有关系，你对自己的微分就等于零。而且因为它 phi 上面是完全对称的，所以跟 phi 没有关系。所以呢，因为 independent of phi and z， 所以上面的 equation 呢就可以写得很简单，就变成，所以呢 ，phi 本来是 rho phi z 的。就现在就是跟它跟着半径有关系，所以很快你就得到这个式子。OK， 非常快速的，快立刻就算出来。又是一个线性方程式，只不过。在平行板电容器的时候，它的线性怎么样？只跟 x 有关系 ，ax 加上 b。现在那边呢，它是跟着它的径向量的半径有关系，而且是采取 log 自然对数 log z， 然后慢慢变。假设里面小，外面大，它的电位就慢慢的变大，一直到跟它完全一样。所以等电位面呢，只是很多同心圆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非常的简单。再看另外的问题，这三个讲完了，我们就可以讲其他。假如说呢，我们有个电位面，还没有来，可以继续下去。假设有两个平板，无穷大的。中间的夹角是 r， 下面是 phi 1的电位，上面是 phi 2。请问一下中间的电位？那你说这还不简单？只要这边呢不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电就全部都很光了嘛，对不对？哈，不能够连在一起。假设这低电位，这高电位，那它一定是等电位面这样子上去的，对不对？一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只要来描述它就可以，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描述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好，在这个里面呢、啊，我们发觉一件事情，这个应该是等电位面这样子。等电位面只跟什么有关系？只跟这个角度有关系、啊、其他没有关系，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它一定呢、啊、只跟角度，角度以这个虚数来讲就是 argument z， 对不对？记不记得 z 可以写成什么？r exponential i theta， 所以假如 i theta， 那其他的 theta 就是 argument z 就等于 theta。OK， 请大家要记住一下这个。那这个 z 又会等于什么呢？这个 theta， 假如说我们从一个数学上面的弄来弄去，我对它取个 log z 好不好？我只取 principal part log z， 它是不是等于 log r， 对不对？两个 log 相乘的 log 就等于两个 log 相加，再加上一个什么 i t， 所以呢，它会等于什么呀？这个的虚部部分的值 imaginary part 的 log z， 是不是 ？OK。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 phi 呢一定会跟着角度有关系，所以你干脆呢，这边是跟着 x 有关系，这边是跟进度量放大有关系，那这边更简单，只跟 phi 有关系是 a phi， a theta 加上 b， 它也是线性的 ，OK， 随着它讲变化，
那这边呢，我们就把它改成为什么样 ？A 的 argument z 再加上，这样子也可以 ，OK？ 或者是你喜欢写成这样的 imaginary part 哦，都可以，随便 ，OK， 随便。那 A、B 呢，就是什么 boundary condition， 对不对？你把 boundary condition 带进来就可以了，因为啊 ，phi one， 好的。等我一下啊，它正在外面。phi 呢会等于 phi 1， 什么时候等于 phi 1或 phi 2？ phi 1是当角度 theta 等于负的二分之阿尔法，这个 theta 等于二分之阿尔法，很快呢你就可以算得出来。phi 呢一样，你把它写成 theta 呢，它就等于二分之一 phi 2而且 phi 1。再加上 phi 2， 再加上 phi 1， 对不对？你看，很容易，你就会从对称性求解出来。